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啊，来外乡去时代，咱即马倒转来，游园甲咱玉坚啊共同来探讨。我拄则咧讲个，讲最近咱台湾的迄即个气候吼，连咪寒是寒甲，啊热佫热甲，早时啊佫有迄落19度的，啊中昼佫有迄落31、30度几个吼，安尼。啊，所以讲即个天气一个寒一个冷，啊，咱阿扁总统呢，伊即种的即落性命啦，啊，身体到即落抗战嘛，啊，佫带迄个。培德医院后面的安平厝，你敢知安平厝是寒的时阵哦，小可寒尔，咻咻叫玻璃是着愈寒。啊，若热的时阵哦，敢若火炉咧啦。吼啊，所以讲咱一般咱也无法度讲去知影讲阿扁总统实际伊的原因。像玉坚兄弟，着较有甲因遐的人在有在迄落吼信息会比咱较知影呢。啊，即马咱讲一寡迄落阿扁总统的消息，互咱海内外乡亲时代知影一下。咱等下着来讲蔡学良的代志。但总统的代志一问题吼，其实唔是迄个法律的问题吼，所以大家拢爱做清楚，伊是政治问题吼。那么政治问题当然爱政治解决，这头一点。第二点就是讲，但总统的这个事件吼，老实讲是破全世界一个上界歹的一个记录，就是、台湾人会算讲蒙羞啦吼，是世界上台湾人会感觉真见笑，因为全世界包括独裁的国家，国家那独裁的国家。也无人讲对待一个下任的元首用这款的手段，所以这足清楚，就是这个马英九一直要用这个伊的不法的手段，伊其实也有真侪不法的手段吼。那么第一家系这个陈总统吼，那这个民间当然真侪人期待讲会当阿扁啊总统会当紧放出来。问题是讲阿扁总统的前出席的健康的状况哦，其实一天比一天更加恶化吼。即恶化当中，当然我想，包括咱在内，咱拢真够真忧心啦吼。啊，不过就是讲，咱爱探讨是讲，今仔日他都实讲，咱一直一讲一个国家的制度吼，其实咱也无一个好的制度啦。那就讲，咱拄到阿扁总统这款的事件，唔是干那单纯扁总统的问题，这是牵涉到到所有全民的共同的公民权。我要讲的是讲公民权吼，咱今嘛不应该讲，因为陈水扁总统诶特别身份，就爱有特别的迄款待遇，唔是安尼是。咱要讲的是一个公平。之前我嘛捌甲大家、甲真侪人探讨这个问题，真侪人甲我问这个问题，我就讲，陈总统诶问题就是啥？你若照着讲，民进党应该爱负真大，这就是讲伊的医疗人权吼，都会当做足大诶一个一款挥洒空间吼。你去向国际上去诉求讲一个人的医疗人权，不一定是陈总统一个人，台湾的医疗人权，老实讲是侵害到足济人的这个权益吼。我相信若有一咱若有人安尼亲人朋友吼，还是讲咱家己的亲戚朋友有人住院吼。你交税金交一世人，你尽义务做兵尽义务，你结果你有亲人带亲友带因，你找无病房，这拢是无公平的社会。你叫你交税金，你无尽义务嘛吼？要嘛爱去四界去黄人去约人拜托人啊！对，包括主持人，包括我，包括咱姐姐2300万人，任何人，譬如讲你要去，你有辛苦病痛，你要看病，你若爱去即款营总就去营总，你若爱去关新光，还是讲要爱去台北病院，咱毋是要替病院讲过啦吼。同你要爱去倒一间病院看病，你拢有迄个自由选择权。做过八年台湾的总统的即个阿扁啊，包括做过民进党的主席的陈水扁先生，陈水扁总统是安那要看一个病，拢无家己的自由意志的即个权利吼。所以我就感觉讲，这点，干那这点，老实讲，这个在野党的民进党应该负足大的责任，就是讲，应该就陈总统的这个事件，那么要求你这个卫生福利的这管理委员会，以及立法委员要去修法。我无看到这动作了吼。啊，即摆陈总统当然伊的情形，咱嘛拢知影，就讲伊身体是讲足虚的啦吼。啊，唯一包括这个台北的英总，还是包括所有的这医界一寡这医生的这款人士，拢一再呼吁讲，爱让伊回去甲伊厝内底人来斗阵生活，安尼先会当对着陈总统有足大的帮助，包括精神上，包括伊的身体上，还是讲包括伊的这个生活上，拢有足大的改变吼。啊，你除非都唔是人嘛吼，因为咱人拢有基本的良心，你敢不知？人拢一定有基本良心嘛吼，就是讲。陈水扁那是咱的亲人，陈水扁那是咱的阿伯，陈水扁那是咱的阿叔，陈水扁那是咱的一关厝边头尾的儿子上嘛无要紧。我相信人拢应该爱有迄款良心甲良知啦吼。
互伊当个厝下去，甲伊个厝内底人斗阵生活。我想这是种，也是讲足轻松的一个要求，足简单的一个要求。为什么中国人的这个马英九伊做袂到，伊唔肯？这背后绝对是因为有这个中国的压力嘛吼。啊，作为一个台湾人啦，如果你一直生活伫这个关，这个中国人的压力之下，安尼我想台湾的未来前途，大家我看会更加忧心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像陈总统目前的处境啦吼，照讲应该趁即摆选举吼，我是讲利用即摆选举，希望全国的人吼，咱这个应该去支持，就这个台湾中国一边之一国联名所推算出来这县市议员，我是唔盲讲，咱这个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联名，这是咱陈总统的心愿吼，啊，所以伫这个今年。正式选举前啊，正式成立到这个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这个联名，我是唔嘛讲，伫即摆这个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联名所推算出来，伫台湾各县市的议员内，当可以全部拢当选，甚至讲当选率有关家差不多85%以上啦吼。我想是搞对，当运用这个势力来要求这个马英九来放人吼，因为咱要要求的是讲可以。当作一个一般的普通的一个破病、身体有病的人吼，爱等在厝的休息，爱等在厝，甲伊厝内底的人受到因厝内底的人的照顾。我想这是基本的人权。如果即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即款迄个候选人，那当选率超过85%，我是唔盲讲，会当照用到即摆即个选举的以后，吼，即选举人的即款候选人的当选率，那么作为一个咱来解救陈水扁陈总统。一旦出格的一个这个筹码吼，因为这是一个老实讲真平常的一个基台要求，无任何一个人应该爱继续甲陈总统关伫迄内底。啊，这点我想大家只有啥，伫目前遮尔只无奈的情形之下，我想。干那剩一张选票咧。就咱即摆就咱就干那用一个，唔免透过武力，唔免透过革命，嘛唔免透过着压刀压枪，干那你手中的一张选票，你就甲转好。即台湾中国一边之国所推荐的，即个即县市议员的候选人，我相信咱应该有机会来为着陈总统做一寡代志。是啊，因为那也要爱等候这个一边一国的迄落推选的呢，因为伊有签这个合约，讲我若当选了后，我一定要为着救阿扁总统来努力拍拼。啊，有的人唔敢签嘛，唔是讲唔敢签的就唔好。啊，伊顾虑的，就是讲伊无看重这块。但是咱即马咱的选票有限，咱就先来支持这块安尼啦吼。啊，伫个只就是讲咱台湾不公不义的代志、不平的代志，也是讲啊，冤家也是啥呢？我顶日吼，我顶礼拜才转来。就是讲潮州吼，有一个姓拿的这个拿老太太，因两个潮州嘿，因两个后生拢死伫个九年前死一个，九年后阁死一个，三个后生啊死两个伫部队内底，啊死两个伫部队内底是莫名其妙讲，啥物会甲伊报告讲哦，因为伊吼。头一个啦，讲伊吼，因为伊掠狂哦，去杀人哦，啊，家己自责，啊，家己切腹，肠啊，肠都漏啊，规涂骹安尼啦吼，讲安尼死去的啦吼，啊，即摆伊也无交代讲哦，伊是去杀死啥物人，互伊杀死的迄人是啥物人，啊，你着安尼，着草草就甲伊，厝内人要去看，毋肯伊看尸体，啊，因老爸老母拢毋捌伊做餐人，甲伊镜头啊扭去瞪迄个，迄讲。要火化的，就火化掉，安都无代志啊，一角银无赔啊吼。啊，第二个呢，讲伊伫迄落金门遐，讲啊，伫遐咧压迄落炮弹，压到吼，添迄落添加迄落伤过迄落吼，啊，结果伫遐治袂好，送转来就死伫个高雄安尼病院。啊，迄嘛讲自然死亡，没有赔。所以讲吼，伊两个后生，伊即嘛这阿嬷96岁啊，我甲蔡雪亮的妈妈去看伊。伊嘛心心念念讲，我干那爱知影阮囝讲，迄到底是安怎死？伊讲伊杀死人，家己切腹自杀。啊！伊是一个做餐人的囡仔，伊是有甚物款的意识，伊会切腹自杀讲，啊，着互我的囝杀死迄甚物人，我来通啊家己看一下，家己慰问一下，拢无啦吼，安尼。啊，所以讲咱只要讲到这，我甲蔡妈妈去看伊的，但是伊这个已经50年啊，发生50年，咱能力有限，咱也。那帮不上太多的忙哦。啊，今下咱就是来讲这个蔡雪亮这件代志，咱去年哦，
当地要紧伫啊的最近。耿先生，这个美国的这个庆基专家吼，耿先生回来，吼啊，这个蔡妈妈去拜，带伊拜访这个区纪委国防委员吼，伊这个内行人，伊就是讲，伊讲几句啊话，区纪委委员就听有啊，讲啊，这安尼爱开这个国际记者招待会才对，爱互人知影。人迄个有经验的人，迄个耿先生吼，伊就讲什么枪什么安怎拍的时阵会什么安怎，人讲讲哦，足学术的，人迄内行人就会听就知。吼啊，所以讲咱为遮来讲起这个蔡学良的这个啊，讲着蔡妈妈，我嘛准备替伊流口水。这个美国一个枪击专家的这个耿先生，其实我嘛有见过面啦吼。我要讲重点是讲，台湾人真侪人讲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吼的国家吼，绝对唔是。台湾也未到迄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的这款条件，咱还佫唔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吼。一条路要行，佫真坎坷。甚物叫做自由民主？就是讲，咱一个人，不管你是军中，还是讲伫社会上吼意外，还是讲甚物款的原因死亡，政府有绝对的责任要去调查迄事件的真相。这是咱交税金给政府的目的，吼、哦。如果咱交税金给政府，政府无法多去维护着咱的基本的一个人权，一个人过身去，啊，佫唔知影真相。我想这个政府根本无存在的功能，嘛无存在的这个资格啦，吼、哦。那么这代志文明的国家，这政府早就下台，早就换人，这第二点，吼、哦。第三点，我是真好奇讲。区级包括区级委员啦吼，当然伊即摆是头一届啦吼，当然伊嘛可能也对即、這个军安军中的事件的代志，可能伊嘛无遐济充足的时间去彻底了解啦吼。是，老实讲，我对军中的事件我是非常的清楚，因为我对九零年就开始插这个，已经插二十几年。我因为小留学生的关系，甲兵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伫个九零年我就开始去收集到这军中所有的这不法的这事件的资料了吼。照讲做一个民意代表，伊应该爱免讲来听做，听到这款政治专家啊来分析啊，讲这蔡学良的事件，还是讲其他的军中的冤案的事件的主角。照讲，做一个立法委员吼，基本上的常识啦，你就当判断讲，军中所有这些死亡的这些军官人这些人吼，我唔敢讲百分之百，上届只有95%以上，绝对是去予人害死的，然后再甲你骗讲这是自杀的。我想这凊彩人，这精神无正常的人嘛是有啦吼，一个无战争的国家。军中一年爱死要到1.68%的，即款1.68%1.68%的这个死亡率吼，这是惊死人的。我的资料内底我是有报出来资料吼，咱的军中一年死亡的人爱1.68%哦，也就是讲，就是讲一百个人有将近两个人是去做兵会死去哦。死去你若讲为了国家战争，为了国家牺牲，这大家拢无话讲嘛，人大家真济人嘛，感觉我们这真光荣嘛吼。保护国家。问题是你无风无浪。啊，无战争，你一年死去的兵啊，军中死亡的人，竟然比美军第一关的伊拉克战争死亡更加侪人，这不是世界笑话嘛吼？第三点我要讲的是讲，20年死8000多个啦。是，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民意代表吼，佮真侪人拄到代志拢找民意代表嘛吼。啊，老实讲，以我的经验啦，找你民意代表吼，老实讲无甚物效果啦吼。是。啊，无甚物效果的原因啥？台湾的民意代表素质拢无高，吼。我为什么要敢公开批评讲民意代表素质无关？第一点，民意代表就是要为民服务嘛。像即摆咱11月2日要选举啊嘛，咱要选出来即个不管是县市长啦、县市议员，因所标榜的因所开嘴合嘴，就是讲伊要为民服务嘛。啊，你若要为民服务，就是啊，人民呐有即个苦情，人民有冤案、有冤枉的，你就是爱替伊去。处理这个冤枉的这真真情嘛吼，啊蔡学良这事件到处去真情，到处去拜托这民意代表，结果民意代表会做法啥？将这个蔡学良受害这个案件发一个文，根据着蔡学良的老母、的妈妈、蔡妈妈，还是讲伊的相关的资料啊，发一个文给国防部，啊，就国防部就根据立法委员去的批去的文，啊，甲答一个就文登来讲，啊，这個、蔡学良就因为军中安怎样来自杀。啊，就刷去啊！安尼唔对嘛，这个民意代表应该讲就是讲，
尤其是讲有咱有开过即款哩个协调会啊，啊开过协调会了后呢，你敢袂总爱袂使总爱刷去嘛？协调会一定有一个结论嘛，啊，迄个结论你来去执行嘛，啊执行了，包括你爱去邀请着世界，还是讲本，还是国内，一寡即一款哩个鉴定，即款迄个枪支鉴定，即枪支，一些专家学者，一当拢会当邀请因来做鉴定嘛吼，啊即才当找出着真真正正个结论嘛。咱的民意代表唔是嘛？咱民意代表是讲，你去甲定情第一步，啊，伊就甲你发一张文去问国防部，啊，国防部就照你甲照立法委员去定情的批，啊，甲你发一张批给你，啊，你无满意了后，后来无你就去开一个邀请到即款相关的部会、国防委员会、内政部、什么调查局，开一个迄款迄个协调会，啊，协调会了后，伊某一个结论啦，啊，结论是讲，哎，要做枪击的比对吧。吼，枪支比对，枪支威力测试啊，枪口的迄个威力测试。是啊，啊，你甲今仔日拢无做，是啊，那无做。啊，就搁等候法院，啊，法院，是啦，啊，迄个法官张静文法官就讲，哎，你们在那边打脸，结果被国防部打脸，就是讲，迄国防部搁去骂这个法官，讲这边哪会使？不啦，这个物件无应该是直接去法院啦，就是讲这个要要咱要求比对这个代志的，有做成结论的时阵，民我要讲民意代表爱去对嘛，督促爱落去，啊，你去要求讲做嘛，你有结论就是讲要做，要同意要比对，咱迄间咱在场嘛吼，对啊，你落来去哪？你落来去要求讲来，迄、那个既然结论是讲要做，啊要做就是啥？日期定出来，日期定出来了后，我要讲程序哦，程序吼，啊日期定出来。就开始做嘛，啊，做了后，遐比对的资料，啊，做了后再送予法院去做迄个裁定嘛，吼、啊。听书应该是安尼，唔是讲协调会了，啊，有做个结论，啊，结论也无去执行，无去对账。这个问题是安尼，咱迄天结论了，伊就提起法院的，讲法官若讲要做，咱就做。结果法官讲要做，结果国防部搁去骂迄个法官安尼啦。无啦，啊，这个听我要讲，迄个听书唔对嘛。对啊，就是安尼啊。啊，这无为好做，头啊伊提讲无为好做，啊，蔡先生伫底下死的，你伫底下做敢袂使？无啦，真咱爱搞讲个清楚吼，这是一个整个我讲个听书个程序绝对唔对。啊、我比如讲，咱讲来到协调会，你个拢在场嘛吼、嗯？对啊。咱即摆来，咱即阵对协调会了，咱对这所在切入啦，无你袂清楚啦吼。既然有同意，迄间嘅协调会都有同意嘛吼、嗯，啊，同意讲要做这个比对嘅，就关于咧迄个调查嘛吼。啊，你既然结论有出来，就是爱去先去做这个工课嘛，先去做这个比对嘛。啊，做了后嘅结论再送我法院嘛。啊，即要颠倒行，伊是袂将要结协调会了，就送去法院去啊。迄唔对嘛，比如法院爱去替你裁判讲，啊，恁爱去做即款迄个什么枪支比对、弹道比对。法院都不是做这代志，做。啊，即马法院阁发一个文，或一个从来都唔捌看到的迄个什么，迄落军法医啊，哦，迄落军法医叫军法医来讲，结果伊伫个台迄落遐配两点钟，拢在讲伊外位台拄外位台，结果都这拢免做啊，这拢正常的安尼。所以变讲法官都爱听伊专业的人讲安尼。无啦，这件代志。所以说，我感觉蔡妈妈的苦都有影。含天顶的神，就可能会替流目屎。不啦，我要讲这件代志的时阵、嗯，我头前提我同你讲，咱的民意代表素质无悬啦，民意代表素质也有悬，伊应该爱了解这个整个这款的程序是爱安怎行嘛吼。对。伊都有完成到这个协调会的结论嘛？啊，是安怎无严格要求执行呢？你爱从严格要求执行这比对了后，吼、嗯，结论爱做出来了后，再以上法院嘛、嗯？为什么拢无去对账？我就感觉讲吼，民意代表讲要为民服务吼，唔是王旭讲诶，爱是这上爱亲身去亲身吼，那么去履行才有效啦。因为王旭讲诶无效嘛，王旭讲大家拢一样讲嘛吼。啊，即马结果你即马协调会有开啊？结论冒出来啊！啊，现在无做，啊，无做了后，咱会当上法院袂使嘛？所以就是无做，啊，无做了，你就无迄个鉴定的笔，迄个笔录，还是鉴定的即款，无鉴定的资料，啊，你法官是变哪个？法官唔是神啊，神嘛无法度啦，莫讲法官，莫讲神啦。所以迄个天数啦，唔对啦，天数啦唔对吼，你永远都无法度去达到你要所期待的一个愿望啦。包括。零星的这个油的事件，啊，你源头你都唔去调查，啊，你干那一里你查这个用唔到油的人，迄个天数啊，讲迄天数嘛吼，就从源头制造毒油的人是啥物人？你源头遐那个杀出来，
源头的迄个总开关也甲抓到，伊剩的分开关也拢抓到啊嘛，敢毋是？对啊。结果毋是咱台湾这个马政府是倒班甲你说，伊超级甲你搞多嘛，所以都甲你补补咧，啊，伊都哈叫。贿赂的物件照摕，啊，私花我咧算的，啊，就安尼舞舞的，啊，死的搁死的。啊，所以代志发生的时阵，马英九的政府怎啦？是要求为了卫生福利部遐人讲，啊，认真去查哦，查看倒一间用唔对的油哦，啊，去下架哦，啊，预防性下架有诶无诶吼？啊，哪咧讲你普通时唔当你困？啊，搁一个原则上的错误，你即马讲着天书啊。迄、那个国安会议毋是提来开这个油唔对的，这是江宜桦伊的领导的部会在管的代志，唔是你总统底下在咯马英九底下在一边两边底下在国安会议开这个有关油的。哎呀，马英九紧张嘛，因为国安会议就是啊，伊开会那两架飞行机那会当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来去自如。对嘛？伊国安就是保护伊家己讲哦，我若这个即马若落台了，卖参就淡水边安尼去互搞起来。伊的国安是开安的吧？这嘛是违反天书嘛，因为这不该一贯的伊一贯嘛。你今麦讲到天书，啊，就总统都唔是管这件代志，你是相关的是这个。是嘛？这个江宜桦一贯的代志啊。这是不是天书唔对？吼，啊，天书唔对嘛，因为程序完全拢唔对嘛。啊，唔对原因，伊无该管的去管的原因是啥？就是有人怀疑讲伊家违法摕10亿嘛，吼，甚至国家其他国家还未公开啦，吼。嗯。啊、就是问题出在这样嘛，还有500万呢，是嘛？听书嘛，听书唔对嘛，伊就是个乌龙邪道嘛，让你看个乌沙沙嘛。你到尾啊，你讲一般的人民，那伊敢看有看无啦？吼、哦，所以我是讲听书啦，唔对，你什么代志拢做袂好势啦。包括这个蔡学良这个案件，听书拢唔对嘛。因为你都有开协调会嘛、啊，结果做的拢白做啊。啊，这嘛是协调会嘛有结论嘛？对啊。啊，结论就是要执行嘛，吼。这嘛是我一开始你讲讲，包括这天书啦唔对啦吼、你都违反迄个啥？违反了即款你的、那个、叫做违反程序正义啦，天书正义啦，是啊。啊，所以这个代志，因为我来到迄个协调会，我搁在场嘛吼。是啊，我嘛在场。啊，我嘛是大家讲，大家人我都想讲啊，安尼较有一个比较的，较有一个进展吼。对。啊，当时我就提议讲，一定爱做即款的协调嘛。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甲蔡妈妈。我就给他建议说，应该要找一个民意代表，也邀集到这款国防部相关的部会，来做协调，说做这款那个枪机跟这个弹道的比对嘛。好不容易嘛，有邀请到这个，包括国防部的这些人，虽然职务无关，然后包括法务部的副部长嘛有来，包括这个调查局，吼，拢有来嘛，吼。啊，而且不但有来哦，有做成结论，吼，结论，嘿。结论就是啥？结论就是结论当然有签字了哈。啊，结论就是啥？就是讲同意做嘛。啊，同意做就是大把的，揣的大把的出来嘛。什么都没有啊！啊，你就无做了啊？原点。无做了，你个走去法律去，当然法律官要来判。你都无做，这单刀比对，你无做该做的无做啊。啊，法官不是神啊，法官无法度替你裁决啦。是啊，所以讲问题到这嘛就踢球踢来踢去安尼，啊，这就是咱算出来民意代表第一点无认真嘛，对啦，无用心嘛。今仔老实讲，我怀疑讲伊毋是个选民啦，安尼样样啦。我老实讲，我要讲出个白就是安尼先来讲。对啦，这就是。对，侬看选票嘛，看选票你做代志嘛，这就是咱无法度理解，无法度。伊讲初初伊蔡妈妈讲代志发生的时阵去找林玉水，伊甲林玉水住伫厝边尔嘛。啊，林美雪就因老母，林美雪就讲啊，这甲阮老母讲，就我就闪开。啊，即马，迄阵仔也咧做立委哦。啊，尾啊，因老母讲啊，人就死去，就死去也袂复生啦。你来，阮甲你，你莫阁讲啊，你甲阮，阮甲你斗相共，互你钱领较济咧，安尼就好啦。伊讲我就毋是要爱钱啊，我要爱钱创啥？我要知阮囝安怎死的啊？恁家要爱真相。嘿，好，安尼无会。伊阁去找迄落啥物廖婉如啦，因车城的厝边嘛，厝边哦，外地的厝边嘛是同款类似啦。啊，阁去拜托上拢无。啊，迄阵啊，伊伫遐咧静坐的时阵吼，啊有迄个叫罗淑蕾啊，伊就去直接去找伊讲，你把你那些资料全部都给我，但是你给我了以后，你不能保留啊，你不能再给别人的，全部交给我办安尼。伊讲我头壳歹去，我全部交你，我你若一个会
小条啊，我唔都拢免报。所以讲代志拢发生伫遮个即个国民党，啊，要来去求民进党，民进党嘛求一趟连长，嘛是阁回到原点，问题就产生伫个遮哩。你拄仔咧讲迄堆吼，嘛是拢违反天书啦。什么叫违反天书？你即款代志拄着即款代志，你找一政党的民意代表，你请几提油单嘛？你知意思无？这足简，这就是足简单的逻辑啦。唔是，这足简单的逻辑啦吼。迄嘛是天书的问题。你的天书啦唔对，你就走唔对方向嘛。啊，走唔对方向，等下你唔知影唔对，你阁坐落倒来，你浪费偌济时间，叫你咁知啊？是啊，人命所以吼，全世界所有的文明进步的国家，来拄到代志时，一定会去找啥？受害者一定会去找反对党，伊袂去找伊个关执政党，因为执政党的人拢啥？拢一定会替伊个政党去抹粉点面子嘛。对啊。基本的逻辑。无啦，以前啊，伊是无迄个政党的概念啦，爱就是讲厝边啊啦。安尼讲唔对。这未使讲无政党的概念，这绝对要有政党的概念啦。这若无政党概念，就表示无常识啦。我坦白讲是安尼死个咧啦。啊，就是弯弄路带，行到六档外。啊，但无要紧，已经拄着啊。是啊是啊。啊，都啊已经进行到一个阶段，啊进行到一个阶段就是讲你方向一定爱对，我一直甲这军官案的家属讲，恁若无去找出真相，吼，恁无法度平反啦。啊，恁要找出真相，足简单，甲所有的受害者，每一个受害者，拢一个要求因每一个受害者的家属，将因这个受害的过程写出一篇故事，甲迄实情写出来，甲这个起码准备一页跟几两页了吼，啊相关的资料，你甲编一本册出来。吼、就从两年来台湾伫军中去做兵的人死偌济人，啊安怎死的？每一个死亡的人拢有一页的故事伫啊。这个书编出来，你甲送予中央嘅迄个图书馆、各县市政府的图书馆、每一间大学、每一间高中的图书馆，你才有法度予较济人知影讲，咱的军中的问题到底有偌济。我已经有嘴讲到无乱吼，讲这个意见已经讲差不多有要两年吼。对啊，但是都无人。我就实在你就开始在讲啊，你较早在插迄、那个，迄个滚啊，但是就问题就产生伫个讲，只个家属知影通哭尔，有几个当写文章写出来。不啦，慢慢不能写，伊就出来干那口述的，或讲因囝是安怎死去吼啊，咱在当找人改写嘛。因为迄嘛是天书，我咧讲迄嘛是程序啦。你程序难唔对，方向难唔对吼，你补一百零趟吼，拢请几条。咱要去东边，啊，你就爱行去西边去，啊，就煞拢白行的啦。好啊，咱今仔日诶，足感谢咱玉琪兄吼，啊，希望讲你即摆那迄落得尽量半时间来，咱有介济诶物件，不公不义不平，这落代志，咱拢爱随行啊，咱拢爱讲啦吼。啊，咱今仔日感谢你安尼，啊，咱遮做，祝福大家，阖家平安，身体健康，真多谢，真多谢。